品他真的不知道，痴迷不知道米价。黑绷带他挖超，他黑绷带给我这样子挖，他黑绷带当全身如意，他姑娘当礼物，痛苦，离婚。欢迎收看《纵回开房间》，看书时间来这边。今天这一集的话，主要是因为最近有一本书超红，就是这个《老公怎么还不去死》。但我跟你讲，这本书你那时候要的时候，我本来想说这本书我不能给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就会想要离婚。那你男生看完会想离婚吗？男生看完会改善自己，但会改善，会想要改善自己。哦，那这本应该是要给男生看啊。这本书应该要给老公看，可是能达到这个的老公，我觉得太。男的，那我会推荐就是老公使用说明书，那是给女生看，那男生去看老婆那一本，因为我、哦、他有出两本，就算是出对这样一套这样。我推荐就先不要结婚嘛。来自于维丹居士，维丹居士，对，即维丹居士，维丹居士，没有是，没有，就是婚姻有很多这种状况啊。那老公使用说明书，你很热爱这本、欸、你有使用觉得最有用的一招是什么？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讲好，譬如说女生回到家跟男生抱怨一件事情的时候，女生跟女生聊天的爽度真的很高哎、欸，但女生跟直男聊天的爽度会很容易没有那么的高，因为你们不懂啊。对，因为男生不懂，但是因为你是罕见，因为你很能聊天，所以你不在这个讨论。我也是，你是女生，谁是女生、啊？我也是女生、啊，给他摸一个，没有摸就掉，来吧。很会聊天，那大部分的直男其实没有那么好聊，就可能在抱怨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女生听完就是干他去死，他那么鸡巴啊什么的、嗯，但男生就会讲一些就很鸡巴的话，说啊，你讲就不要那边就跟他走太近嘛，就我们大道理大道理，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一种，哦、对，我要不是、啊，如果你男朋友说对啊，他就去死，你 OK 吗？可是我跟你讲，他很会聊天，他都会讲这种话，你知道吗？哇，他是很夸张，他怎么会这样？他就会给这种反应啊。然后我们女生也是喜欢这种反应，然后我们女生给对方也会是这种反应。没有，你应该说真的夸张哎、欸，可是你要怎样可以黏下去是 OK 的，或者是第一句是你这样不对，你不可以打断他的情绪，对，就是你要承接他的情绪，你要先骂完一起解决，对。对，因为你女生这样久了，久而久之会就不想跟他聊天，会不想跟老公聊天。然后后来他里面就有真的从 DNA 来解释这件事情，然后我总算就豁然开，因为这件事情原本我也很从 DNA 你可以豁然开了，就他解释说为什么他自己想这种资料，对，因为他自己解释为什么男生都会这样回答，他是因为自古以来男生去打猎，男生是要看远的事情，他要赶快去解决这个危机，这干嘛？但是我们女生是为就是那边抱小孩干嘛？我们是看的是很近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当下最近的事情是我们的情绪觉得很愤怒，老娘就是要爆炸，就是要安抚我朋友一起骂我，他妈现在气得要死，我没有听你那边跟我说教啊，对，这是最大的不同。为什么女生常会有忧郁症？真的有朋友他就常会有，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说我这边换尿布了，那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我在旁边可能陪我朋友说，我觉得我就是要赶快去抽一个尿布给他，因为我判定他要，可是男生没有办法，对，他没办法看这么近的事情，所以你就要直接给他下指令。拿尿布给我，对，他们也 OK， 对 对，所以我看到这段之后，我就了解说，哦，那我真的以后不用为这事生气了。不是啊，这段我不是在节目上讲过几百遍了？没有啊，你没有讲。有啊，我说男生就是要给指令啊。对，但我意思说，没有，但前面只有给他原理，对，他笑一个大的一个，他要去概念，科学来教授说，我也来教授，赖教授，维丹居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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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谈恋爱？如何经营婚姻？slogan 是从没谈过恋爱的人的屁啦呀！维丹20，维丹10年的，维丹10年，13，维丹居士住，然后下面 slogan， 单身13年，单身13年，屁啦，我哪有成功？很多恋爱故事，但是都还是单身。写的当下是单身，写当下，我可能出完那本书就死会啦。OK， 那你就下结论，你等下跟我一起骂。对。所以我就给他指令，我说我现在就是你要就你跟我讲话，他就 get 到，他就然后好可以聊天，对，可是他跟你聊天都你有办法跟他聊吗？他每次跟我讲他那什么那个主管怎样，我说天哪，我说你是我这种名字，我打电话骂他，我说我现在都飞去美国，我要把他头压到马桶里面，他也很开心，他爽死，我说你看我给你这么大的一个 stage， 就这么大的舞台，你觉得很棒吗？你不觉得跟我聊天你感觉很多 enjoy 吗？他说很好使哎，他总算懂了，你知道吗？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一本书，我就跟粉丝做了一个意见调查，就是另一半怎么还不去死？总共有14749个粉丝。第一个的话是在女生的社群下留言说 ，You are so cute。
真去死啊！不是这谁可以？别人的，别人的，远的可以吗？不行，但不行啊！多远？史嘉蕾·乔韩森，远的路人，远的王美，或远的日本王美，不行，韩国王美，乌克兰王美，那到好莱坞明星等级，莎莉·塞隆 ，You Are So Beautiful， 这样他们可以。李多惠这种。你不行，太近了，不行。他太近了。该死是不是？该死！该死！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的话是男友不管怎样尿都滴在马桶或地上。这可以。啊？哦，大声。这很烦。我是可以啦，真的，就是，哎、欸，我就亲一下，没有，要是另外一半，要另外一半才能哦、喔。如果是那种客人夜里尿去死。但如果是男友或是另外一半。OK 啊，真的假的？就好像男生生理构造就一定会低，没有就要坐着尿啊，很难，很少在坐着、啊，没有，现在很多男生坐着尿。你会叫他坐着尿吗？不会啦，不会啦，就可能要跟他低我还好哎、欸，就我也会擦、欸，因为有时候滴到外面，就是要擦一下，没有啦，就盖那个马桶圈圈、啊。我是没擦，你有擦？我会擦啊，你有擦擦？有差别，你有差别吗？如果一起去旅行，朋友那边乱尿上面，当然，但朋友不行啊，朋友就给我自己清理、啊。下一个的话是，他很爱说前任最爱吃这个，前任手写、啊，这是前任的手写卡片，前任比较紧。有一个粉丝说比较紧，对、就是，走开。那我就说，哎、欸，我前任比较大，这样啊，跟他 PK 啊，这种该死吗？该啊，前任什么还是讲嘴上的、啊。下一个的话是，就是跟男友说，哎、欸，我蛮讨厌你那个朋友，无论男生女生，然后就后来下一次所有人一起在的时候，他说，哎、欸，我女友说他很讨厌你耶，你就是这样，这该死啦，这不行哎，这种没有，这跟另外一半，这是连朋友都会，这个人真的是太尴尬，这个人类该死，对，这个人类他可以，这怎么没品啊？很多哎、欸，很多哎、欸，在面前讲，你啊，你以前都是啊，我不会好不好？以前就嘴巴大了，可是我不会这样讲人家好不好？我就说他觉得你很好笑之类的，这个不行哎、欸，这个要分吗？还是要分可以啊？因为这个人，他这个人他三观很不正哎、欸，这个嘴巴太大，这样我也不敢跟他讲任何心事、欸。哎、欸，你知道我们昨天打炮的时候，我们昨天打炮他高潮两次，跟对，另外一个是这个，说自就是我跟男友什么什么床上求认同，或者是床上不行，传那个讯息就是可能跟女友吵架，然后传说什么，哎、欸，你看我女友昨天跟我吵这个，你觉得这个合理吗？我不行。这个我不行。哎、欸，那问一个，很多男生会在可能大的群众，然后聊你们的性生活。男生好像很喜欢这样。超爱。我没遇过。你在场吗？不在吧。在。我说，哎、欸，他昨天他蛮厉害的。哎、欸，他蛮厉害，好像还没有讲。或者什么哦，他都不太动啊。他死鱼。类似这样他死鱼。哦。很男生很爱聊这种啊。我没遇过哎、欸。会。你又没在做。不是啊，我说我身边的人，我说我身边的人。很多吧，男生都很爱聊。他们我身边朋友都除了就是另一半在，大家都绝口不提、欸。另外一半在太尬了吧？对，我有曾经是男生讲出这个，然后女生今天这样，就叫不要聊。下一个的话是出轨之后都会立被抓包，会立刻认错，然后跟我讲说你把这个当成夸张的故事就好了。啊有这种人，不是应该要说哦，我不会再犯了，对，我不会再犯了。然后说可我忘不掉，然后他就说，可你到底是当成一个夸张的故事？那你到底听了几个故事了？对啊，他们听几次呢？夸张，这个也不是一次哎、欸。对啊，我们的粉丝都很猛。你们有在看我们节目吗？对，这种还不分、啊。你们爱情有没有长进一点啊？突然觉得我也蛮幸福的，单身为单居士的幸福，因为没有人可以烦恼。我有，好不好？好，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我只是想抒发心情，但他狂讲大道理， 或者是真人的已读不回，你就在跟他狂讲以后，他就那种哦，有这个也会不回这种，对不对？这个会生气，但不会到分手，是不会去分手，但他不是说想杀他啦，想杀他，会。好，最后一个的话是说把死蟑螂丢在我身上，太恶心了，这个这有两面，就是有一点加分又觉得恶心。哪里加蟑螂？有加分，至少敢抓蟑螂、啊。有假的蟑螂才可以。我今天就知道你在。哈哈哈哈哈！笑死人了，这也很有趣。爱上吗？加分没有，喜欢。我会觉得很白目的，笑死没有，没有，我可能可以认可一个白目到好笑这个 timing 我是 OK 的。那我就真的这样在脸上这样钓鱼这样。
我说走开哦。没有，你现在嘴巴这样掉都刺刺的。屁呀、啊！你在睡觉，你在睡觉。泼热汤在脸上。怎么可能呢、啊？没有，我的意思说，假设丢死的，我会气到，会觉得很好笑。可是如果在第二次，我觉得大发飙。第一次我会就是用开心包过去。这样男生会觉得说，哎，他很开心，是不是？我会说不要再给我。对，我以前有被人家误会过，以为我是超爱。对啊，他就用一桶要。然后第二次就大发飙。一桶，那我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去外面受气，去教主的时候，夜市旁边吗？下次就这样丢几次好了。我会吓死。可是有些玩笑会觉得有趣，这不有趣、啊。有些男生会这样闻，那种屁这样，好、哦、屁，这就好笑。那还好，那屁比较爽，脚放你脸上，好笑，好笑，放你脸上，你把脚放在脸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脚放在脸上，我去冲水的时候你就把脚放在脸上。脚滑，因为我脚会流汗。先摸一下，先摸一下。是我脚吗？对，我脚是滑的、啊。哎、欸，嫩嘞、欸。嫩呢、啊？那 OK 吗？看电视突然这样碰一下，我 OK 啊。就好笑。那如果还有像那种脚，不行啊！我生气。会烂掉。灰指甲。灰指甲会火大。对，那是没趣。灰指甲不行。啊，还有一个人是说白目男友也会，如果他把我的高级洗面乳拿来洗马桶，他会超生气。就当然、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啦？他就是说，哦，他想要找洗剂，但找不到，他就拿那个洗面乳。会跟他讲一次，会讲一次。这个很贵，如果保养品他真的不知道，痴迷不知道米价。比如说这个，他知道，他就觉得这个黑绷带他挖超，他黑绷带也有这样子挖，他黑绷带当全身乳液，他敷脸，他脸都水，痛苦，离婚。好，那我问你，把钥匙挂在这边的那种，这样、啊、你可以吗？我会做这种事、欸。因为我现在都开车出门，我就很麻烦，然后就把钥匙放在那边吗？来，时尚，时下年轻人，对，我想说好吗？阿贝，阿贝，阿贝风，我就不用找那个 BB， 阿贝风，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有年纪才在做的事情。你钥匙我们看一下好了，没有就一般啊。因为很多男生会把钥匙真家里要真的挂在这边，没有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放在这里啊。这个可以，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庞大哎、欸。这边有个这个啊，钥匙圈，你这粗老哎。那我就这样按这边方便，不用找。哎、欸，我的极限三个东西，这样就可以不用找。你这个丢到包包里面不就好了？你包包空成这样，对呀、啊，还要找啊？还想，我想想有什么男生很 NG 的习惯，库存高插超厚，他们很多都会插。哎、欸，可是有的是没插库存高，死皮挂满嘴，那这有些是死皮还在，还有一层库存高。完蛋，我也会这样，去日本都插超。他是不是很多行为是 NG 的？对你来讲是 NG。他如果不是这个脸，他应该对他应该头一下。他的线，我们每一次都会回归到这个，就是因为脸长得太好，要 keep 好脸。啊，凤凰电波。对，你一垮，你不会再忍受。好像要说在干嘛？去死！又讲几次？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很多吧。哎，那你们自己碰到另外一半最欠杀的时候是什么？没有，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比较 care， 但很多人都觉得很生活习惯吗？就是他点换点要跟我讲，哈？哦，他从 A 酒吧到 B 酒吧，摩羯座都很在意这个，不是他这是不是礼貌吗？吃饭跟喝酒是不同的 group， 不是，或者就不同的氛围。可如果聊得很尽兴，忘记会忘记，真的尽兴成那样。有，你都可以看 IG 的，不能回。假如都没看，都没看呢？嗯，我以前会很 care， 但我现在比较 open mind 了，就是你只要。不是因为我很难理解，来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理解是他没办法跟你讲他换到 B 点，可是他却可以拍现实动态。哦，那这不行、啊，那不行。你 care 这个吗 ？A 点 B 点。我好比较 care， 我 care， 还好，我比较 care 早晚安呢、欸。啊？早晚比较不 care。早晚我蛮 care 的。晚安 care， 早安还好。如果忘记一天，就会很失落。哦。不，因为我觉得早晚是你一定会用手机的 moment， 因为你早上起来一定会 check 手机。不会啊。不会。啊你早起来不会啊？你只要出门你就会看手机啊。那我说到公司咯也算早安啊。Oh, 早安，我到公司了。所以一定要配上早安这两个字吗？对。对，我到公司咯不行。我到公司咯我就觉得，哎、欸，那你今天加油。扣分，扣分，早安，早安，别讲。早安，早安。Bonjour。那你 care 什么？有没有消失吧？消失就不行。说贝，我要去喝酒咯整个不见。
不行，我觉得喝酒会消失的人真的是很欠揍。玩桌游，玩桌游，桌游一定有碰到，但我没玩过桌游，都没有回啊。不要跟经验丰富人交往，不是啊，不是我做过了，几小时掐准准准。对啊，就是一定还要唱歌三小时，顶多六小时，看你上几点。你有 care 的点吗？一定要那婚后跟婚前有差 care 的。不敢回答这题。哦，对，忍不了。这个。但是他没回，你在发限动。没回我再发限动，不然那我就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你 OK 啊？就不会 care 了，可以这样就可以，人家就不会生气，看他就是线跑啊。不是怕他危险而已。那好，那Harry，我跟你说，没关系，你就看我限动。气死了，这句话最气。你自己不会看我限动？妈的嘞！我以前真的是有，因为真的是吵架过哎。真的、啊？真的、啊。这感觉蛮没礼貌的，因为你限动是给 everyone 的，可是你都可以知道我很安全。對啊、我在 everyone 里面，no， 我是 only one。哎、欸，不是发限动然后不回你，你们不会气吗？会啊，气啊，气啊，气啊！女生都气，但他你不气？不会、啊，哎、欸，真的是有分水。你气吗？会啊，对吧？对，这很正常啊。没有，这对是你不正常，是你他是太不正常，一直以为我们对有问题，是他太宽阔，是你太不正常，他太宽阔，他太宽，他根本什么都不 care。对，你没有 care 任何事情，很有安全感，很有安全感。对啊，很棒啊！如果你老婆说我要去喝酒喽，然后晚上。那个洞还是我在玉山，来台东了，好远哦！真的没有发生这个哎、欸，啊，你们换去玉山了，这样。然后他说：“对啊，对啊，我们喝到一半突然想去玉山。”他说：“对啊，对啊。”我说：“那跟我们讲一下。”他说：“没有啦，刚在赶车。”刚想突然想去玉山。我刚开车的，我刚在赶车。我不相信这个人回不了任何一个讯息。我站在你这边。对呀、啊，所以我应该是气到不行。对，是他太奇怪。那我说要去台东，就最后跑去冲绳。可以啦，可以。看，他这很奇怪。哎，我们不要养坏了，我们都一直没有养坏。千万不要听信你马克，不要听信你马克。啊，还有一个，怎样？垃圾不丢。哦。哎，我觉得摩羯座都同样模式哎、欸，就是你们丢垃圾的一个 tempo 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就是有垃圾丢。对对对。地上有头发擦。对，没错。这个模式。对，但是家里乱 OK。没有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会保持地板整洁但是旁边乱 OK 然后会吃完饭我马上丢对不可以留在有些吃便当然后还留放在洗手台什么的很多男生在等待以为你会把它收吗对啊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习惯会帮忙丢人那我就会放在一个地方不丢应该是要分配他就觉得、哦、反正你会丢啊那你刚刚讲完，感觉你家会有对你家会有个幻想，就是一尘不染。真的，我家一直都一尘不染呢、啊。我们去一下好了。对，好，出发，出发。不是，没有那个什么路。大家，我们要去他家啦、啊！为什么不能去？我是你的 family， 我是你的 family。下次，下次，下次，拜拜。我的。